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在 Potter Ranch 来看 Toll Brother 的样板房。那我们现在在 Cascades 这个小区来看 Vega 这个户型，也就是它的第二栋样板房。这个户型呢，是这个小区目前最火热最好卖的一个，它的全户型玻璃非常非常的多，全部都是玻璃，采光非常的好。那它是五房4.5卫，2到3车库，4678尺。那它的售价呢，是148万起到180万不等， depends 你看是什么样的地块，多大的占地啊等等。那这个小区的房子呢，我刚看了一下地图，大部分呢都是南北朝向的，那角落有一些其他朝向呢，它的占地会更大。那这个小区的平均占地是1万到2万尺。那这个小区呢是没有城建税的，地税也很低，并且学区也非常的好。好了，跟我一起参观一下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镂空的现代化的玻璃楼梯，在视觉上呢，给整个空间都添加了非常现代化的气息。那这一栋的设计师呢，可以看得出他对玻璃的采用的喜爱哈，他所有的吧台呀，还有各种细节设置呢，都大大的采用了玻璃的设置，与很多扇窗户相呼应，给这个房子呢增添了一个独特的风格。站在这边，整体感觉这间房屋呢，就是非常的现代大气，又不失内涵的那一种。一个封闭式的家庭影院，那把这个拉门拉上呢，你就可以在里面享受私人般的电影院待遇。那在客厅的这一边呢，是一个
电子的现代化的壁炉，不仅美观，还可以取暖。家人围坐在这边看电视，点着壁炉，真的是很漂亮的。
现在一共有七种户型，它的大部分每一个户型呢，它都有在一楼20尺的举架，也就是空间上的升高呢，使人感觉空间更加的开阔，更加的舒适哈。那这七种户型呢，只有三种设置了样板房，我会一一带你参观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对这边的房屋感兴趣，或者是对美国房产有兴趣，有问题的小伙伴欢迎联系我哦。我是妮娜，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